逃出文明国111年10月17日，万隆电线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新二厂建设工程动土工程典礼，典礼开始，敬明堂，来来掌声。现在呢是由长官贵宾，今天非常开心的，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浩克阿准哈。那今天非常荣幸的能够来担任这个市议的这个工作，那么代表我们万隆电线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来致上120000分的感谢哈。那现在呢，与会的长官贵宾，我一一的为大家来做一个介绍。那待会介绍的长官，请来跟大家挥个手，让我们所有前场的员工用最热情的欢呼来招呼大家，好不好？来，首先欢迎的是我们本公司美丽的董事长董宝才董事长，欢迎。云林县副县长谢淑雅。云林工业会理事长林万忠，古根山乡长沈胜仁，再是我们古根山的赖明元议员，县议员赖淑蕊议员。县议员江文登议员，再是我们的总经理高云倩本公司总经理，再是我们古坑乡代表赖嘉宾，东河村村长高荣奇。东河的派出所所长吴庆林所长，东河国中校长王志全王校长欢迎，东河国小校长陈超威欢迎，欢迎我们的中德所中董欢迎，我们建筑师林伯忠建筑师欢迎，这是我们全股权市值咖啡老板刘义等刘董欢迎，立新水泥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王董欢迎，樱花土地开发公司林树昌林董事长欢迎，台湾银行斗六分行王树兰经理欢迎，第一银行斗六分行的刘树培经理欢迎，台湾塑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袁旭志高专欢迎，苏向荣高专赖清明副组长，蔡东权品管工程师四位以上，华荣电线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方武南总经理黄华之方总经理黄总欢迎，富盛塑胶有限公司吕先生欢迎。好，以上是有到现场的与会的长官，有没有没有报到的再帮我补充一下哈。哦，还有我们的本公司的副总经理吴宏志，吴副总，欢迎。好，以上是我们这个所有的长官那边的一个莅临哦，再次的感谢你们今天共同来参与见证这个百年的历史。所以这个介绍完之后，我们首先就要来邀请我们本公司
龙宝斋董事长先来上台致辞，跟大家来共同分享喜悦，来掌声欢迎我们的董事长。万能创办至今已超过40年了，公司专精于制造、生产高阶影音音响线材以及自有品牌 Neapple， 行销于世界各国。由于只要原物料具有相当大的体积及重量，需要有足够的场所备料，受限于现有厂房已经不敷使用，需要有足够的场所来增加生产线及加速企业升级。公司积极策划新建新二厂，希望完工后让奔流台湾的万能，除了提升公司的营运规模以及保有原本的技术优势之外，更要对地方来履行社会责任及义务，更要进而对整个我们云林县的产业有所连结、有所贡献。今天承蒙各位长官协助及支持，万能公司新二厂举行动土典礼，希望能提供更多在地的就业机会，促进乡村发展，造福乡里，让公司的经营与在地的发展结合，期待能开枝散叶，生生不息。未来还有许多需要借助各位长官及贵宾的地方，敬请不吝指教。感谢大家的莅临观礼，祝福大家阖家平安，步步高升，万事如意。谢谢，十分谢谢。谢谢董事长，我们宝钗董事长来为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做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介绍跟分享啊。那我们请为每位长官简短的来为我们公司简单的来做一个祝福啊，跟共同勉励。再来，接下来邀请的是我们啊非常优秀的云林县的副县长谢淑雅副县长。大家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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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用四个字来形容，叫秋高气爽。这么舒适的环境里面，我们今天共同来见证啊，我们这件大喜事。那我刚刚坐在位置上，我站往前一看，哇，这幅美丽的风光，我们竟然可以看到竹林。所以，我们万隆电线电缆其实就像是在我们乡间的一处隐形冠军。那刚刚董事长也特别提到，其实我们公司的话，经营已经将近半个世纪，所以呢，在这段过去的日子里面，在专业度上打下了非常棒的基础。我想玩英雄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南北这个商品的话是大家的最爱，所以今天我们非常的高兴，在第三县长上任之后，他念之在之的，我们经常都听得到，就是说，在我们整体上面，我们怎么如何龙工商并进？那尤其在商业方面的话，我们怎么可以简政便民？我们可以怎么把行政流程加速加快？我想这个的话就是一贯的这个态度，让我们很开心。我们万隆电信电缆公司的话，在原有这么好的一个基础之下，然后很幸运的话是可以在临近的这个土地来申请扩展。那很高兴，在我的建设处这个军心处长带领之下，在今年的9月30号，那终于拿到了这个许可。那今天的话，我们看到了这个动工，即使动工了，很快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新厂的扩建落成。那我相信云林县的话，因为有我们刚刚
董事长也特别提到，我们怎么善尽社会责任。那其实这个工厂不仅在解我们地方就是说我们消费者更大的福气，因为在专业的这个影响领域上面，我们刚刚提到很多，尤其是应该是不止台湾，全球的这些就是玩音响的人，我们变弯了，这个是我们的最爱，所以再来可以扩展我们的就业机会，那当然也增加我们地方的这个税收。那最重要的话，就促进我们整个经济的这个活动跟发展。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很重要的一环。那对于我们来讲，这也是注入一股活水。所以今天的话，真的是很开心可以来参与这样子的盛会。那我想云林县的话，刚刚也提到，不管是农工商，我们很期待是齐头并进。那今天就是给我们一个很棒的示范。那我很期待，除了像我们万农这样子的国际规模的公司，我有信誉的公司，可以不断的在增强。那像我们整个其他有一个六大的这个我们工业区的扩建，因为像县长所提到的，我们今天如果不积极的来开发，我们明天说实在的，像今天为什么比如说像 Google， 比如说像这个新品可以进来，都是因为前人种树。所以我们今天的话，一定要努力的开辟新的这个园区，不管是在锅边、李家西锅边、东南，李家西锅边这么这里面，南边这个大北港，还有我们宝中。另外的话，像我们整个其他的这个工业区的话，都是一一如期如此在我们的速度在前进。那千言万语就是一句话，今天是一个美好的日子，我们祝福今天的灯光非常的顺利圆满。那当然，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共同来见证这个过程奇妙美丽。祝福大家，感谢大家，谢谢。谢谢，再次感谢我们的副长，谢谢。好，补充报告我们的长官贵宾，欢迎我们立法委员刘进国。还有云林县工商发展投资促进会主任是张耀文，我感谢。还有我们蔡少芬美女，欢迎。好，紧接着来邀请的是我们立法委员刘进国委员也上台来为我们做一个祝福，掌声欢迎。好，谢谢主任。我们最美丽的董事长所做的生意也非常的亮丽，还有与会的很多的贵宾最主要还有我们万农这个公司的所有的这些干部，所有的员工，还有所有美丽县先进，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好，大家真特别欢喜，阿妈感觉感动等等市长会当以这个所在设厂，甚至即摆要来扩充地厂。我想对于云林，对咱这个土地来讲，拢是非常重大、有意义的工程。对产业来讲，更加是搁一个新的发展，搁是一个新的这个进步。我想这个影响你做这个山寨甲断主吼，啊会当是个欧美市场安尼来稳定。所以以这个相关的这个进展来滴，个滴咱感觉非常的欢喜吼。所以我而且特别嘛感谢咱个，咱拢是对咱率领咱个公司。来突破真济好个这个业绩个突破，所以今仔日只会当阁找这个土地甚至吼，这个出路问题我知影有淡薄仔问题吼，希望未来吼，咱有这个机会会当甲咱公司来搭合作。我讲伊希望讲咱个厂商留伫家己个故乡吼，投资昆明，啊嘛是投资咱台湾，所以这个投资移民立足全世界。我想，东吴市场已经做到了一大步哈。那我们当然希望，不管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要多多鼓励这样的产业，让这样产业在整个土地取得，还有整个相关的这些配套，都可以得到政府更多的这样的照顾。我想，很多的县市都可以帮我们当这样的一个借鉴。目前为止，台湾有很多的从在外投资愿意回来投资厂商也非常多。那相关的中下游相关的这样的聚落应该在短时间内一定会形成，云林不可以错失这个机会，云林也不应该比别的县市慢了脚步。那我今天看到我们的东龙市场这样的一个拓展，它甚至也是给地方政府做一个最好的一个模样。我想我站在一个政治工作者的角度，我会全力支持，也希望
董事长率领的办公室业绩蒸蒸日上，照顾所有这些辛苦的员工，我们一起努力打拼，为台湾、为万隆的产业可以立下更好的根基。谢谢大家，祝大家新冠肺炎病毒一切圆满成功，感谢，谢谢。谢谢，再次感谢我们刘进国领导员，谢谢。接下来邀请我们本乡的大乡长哈，古坑乡的大乡长沈盛腾乡长来欢迎。哎，董事长，哎，经理哈，还有在座所有长官啊，在座所有的董事长啊，然后也爱阮宝贝哦，动物家。有一个较好的企业家，即马佫即个佫对上我，伊佫要开馆，会当再互阮鼓励向一挂乡亲、一挂士大、一挂少年人有这个机会，非常感谢你，哦，啊，祝你生意兴旺，哦，让你愈卖愈大，愈做愈大，哦，赚钱啊，哦，啊，最后祝大家在座的哦，拢生意兴旺，大吉利，感谢你，谢谢。来，谢谢我们的乡长。好，紧接着再邀请是我们的云林工业会理事长潘林万中啊，理事长也请上台，大家来祝福。各位贵宾、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小黑呢，也当来参加咱万隆电线电缆公司的第二场动土典礼，啊，万隆呢是阮工业会呢正中心的会员。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咱的财务经理钟玉秀，也是阮文峰啊财资会会长吼，啊，所以啊，足济艺人呢啊来参加咱万隆动土典礼。那么啊，万隆我看伊资料呢，1969年呢就来设立，然后呢1980吼。啊，70年就来行善，那这最有行善的传真的啊传线哈，这个喇叭线，这个咱引用啊，所有啊高官的，像我们大山是那个电线电缆太平洋哈，那个不一样，这个啊产线比较精密精准的，所以啊它能够在我们中国呢旁边呢在。8分多地啊，来在建第二厂，我相信会带动我们东河以及云林县啊、古坑乡啊所有的啊企业能够有标杆啊。那另外呢，也希望啊大家能够支持我们万隆啊，在啊地方呢啊做一个社会的公益以及付出呢啊，相信。我们以前的高董事长是斗南的妇产科的很有名的医师哈，所以他能带动一个来这边的建厂深耕地固哈12年希望他的第二厂呢能够顺利来动土，来订单呢越来越多了，蒸蒸日上，能够希望古坑呢有一个好的企业，能够社会。带动，然后我们的就业机会就比较多了哈。感谢能够有这个机会呢，来万隆呢参加这个动物园啊，谢谢，感谢董事长以及各位贵宾，感谢大家，谢谢。谢谢，再次感谢云林工业会理事长林万中。以上是我们所有长官的一个祝福，再次感谢。因为时间的关系哈，今天的长官贵宾特别多，所以没有办法一一的为大家来邀请哈，请大家多包涵。来，接下来的仪式就是准备要来进行祝祷啊，这个祈福哈上香的仪式。那待会有分为主典官以及陪典官，还有我们管理区的陪典者。待会会由我们的李森来为我们长官贵宾来代位啊。好，典礼祝祷开始，请董事长董宝钗请就位。
来，这是邀请副县长，谢谢啊。刘建国委员，工业会理事长李万生，本公司总经理高云庆，一名先生员赖银元，动土树岛上香，中华民国111年10月17日，良辰吉时，天运岁次，壬寅年农历9月22日，为万荣电线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新二厂建设工程动土典礼，由万荣电线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宝斋率领陪演官以及陪演者及公司全体员工，敬备清香九礼，生果实战，经营财国，千诚恭请众神观世音菩萨、玉皇大帝、天上圣母、关圣帝君，保佑工程顺利圆满，并再请在地管辖土地公、地基主，保佑工作人员机械动工一切平安顺利，请山上香，一上香，二上香，再上香，以身请受香。陪演官来请复位，是我们的动土仪式典礼哈。待会一样会由我们的工作人员服务员李生代位到定点哈。那待会动土官到定点的时候，每个人请背向土方堆。好，动土仪式开始。首先邀请是董事长董宝斋，再邀请副县长谢徐良。邀请立法委员刘建国，邀请古根乡乡长，邀请工业会理事长林万金，邀请本公司总经理高云倩，邀请工商发展投资策进会张耀文，邀请县议员赖银元，邀请县议员赖淑蕊，邀请县议员江文根，邀请古坑乡代表赖嘉义，邀请东河村村长。
高同齐。那代表杜普宽，请第一的听阿俊的动作吧。我在为统一说请动场的时候，我在统一。那现在请我们的女生去东城帽、白城帽，行一声就杜普宽一声。工程帽以及手套，请你升至精彩前。请徐禅，齐立生就动土官位置。请凤禅，齐立生复位。那待会请我们来动土官来请下后者。我会统一说起动产的时候，我们再统一动产了，所以我们有三大的一个祝福的一个精彩的仪式。祝福万隆地势未来股份有限公司西二厂建设工程开地平安，动土顺利，请动产，请下方的黄威致意我们的皇上。祝万隆电信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新的厂建设工程人员平安，根基有固，请动产。祝万隆电信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新的厂建设工程一切顺心，产业有序，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现运昌隆，请动产。来，长官，金铲拿着，先拿着，先拿着。我们先要来一张，请示我们的金铲工匠的文化宝。来，拿金铲，我们来一张大合照。来，摄影师帮我们引导一下，来，看这个位置，来这边请。来，在这个位置，我们来大合照，来，董事长，来，请来，请。我们来大合照一下，我今天的。那今天非常开心，在这个非常良辰吉时的好日子，能够莅临到现场，我们万隆电信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新热厂的一个建设动土典礼。再次代表我们公司呢，来致上十万分的感谢，谢谢所有的长官以及管理区的所有的朋友，共同哦来见证这个历史时刻。好，摄影师看要拍几张哈，这个动作微笑可以改变一下。不要太过僵硬，好，这个时刻可以轻松一点。好，再一次哦。好，来，我们比个赞。来，比个赞，来。赞。万隆电信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赞。好，来，一二三。好，我准备手机要拍的。好，要不要员工要不要一起跟我们长官贵宾大合照了？要照的全部都来，好不好？要来，我们女生有没有？有没有想要跟我们长官贵宾合照的？赶快哦，历史的见证哦，百年只有一次哦。咱们公司动土下去，你到时候这个场景是没了哈，会在另外一个新厂哈。所以长官如果到的话，蹲前面，对不对？那个如果排不下来，请蹲前面。来，我们再退，来来，快点，再退一下。那左边也可以站，不一定要挤这边的哈，可以顶满一点哈。来来来，那前面可以蹲蹲蹲。蹲那边也可以站，来，摄影师帮我们敲一下那个角度，那个，哇，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场区。来，请我们长官贵宾来要合照，来来，一起合照哦。好了，一二三，好，再一次哦。好，一二三 ，OK。
我希望这个历史的见证的一个画面能够永久的留存在我们所有今天参与的长官贵宾以及好朋友脑海里哈。那也希望有时间能够多多到我们的万隆公司这边来泡泡茶。好了，一二三，好，再张掖啊！耶，来耶一下，来万隆公司，耶！来，请我们邓主管把金蝉之鱼土方飞上，谢谢。那我们今天110年万隆电信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新的厂建设工程动工典礼圆满完成。使用吧。这次代表我们万隆电信电缆股份公司这个新工厂建设的一个仪式，感谢大家。我们有准备插壳哦，好，所以以后有一些朋友可以拿一下，我们有限量的话，那就是能拿的尽量拿吧，而且一盒就好。好，我们有准备插壳。我们要跟董事长有爱心吗？我们一起跟公司的员工女生一起合照啊，好不好？好，来，一二三，耶！快张哦！好，我们四位单独来。好了，一二三，好，再次哦，来三二一 ，OK。辛苦了。来一二三，站 ，OK。Yeah.
应该是熬夜的哦。来，一二三，耶！好，来一个开花啊！开花，开花，开花！